主料，茄子400克，辅料生抽、生姜、大蒜、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把茄子头上的部分用剪子剪去，然后洗干净，把茄子放到锅里，用大火蒸5分钟。在小碗里倒入适量的生抽，把生姜切成丝，起油锅，倒入生姜丝爆一会，然后把油连生姜一起倒进生抽碗里，用茄子粘上生抽即可食用了。烹饪技巧：注：茄子不与藤连接的那一端头也要去掉一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